接下来合唱团将带来两首歌曲，第一首是《隐形的翅膀》。最近社会纷乱，大家都忙着不吃药、不合作，合唱团将带领着我们飞过绝望，台湾加油！第二首是《他妈 Two》。你怎么在骂人啊？不是啦，《他妈 Two》是一首健康之歌，希望所有的来宾跟我们放声高歌，尽情跳舞，祝福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哟！欢迎合唱团的演出。